投资值对 BKPM 一站式服务的好处有什么意见？首先还是感谢 BKPM 给我们的一贯的一些支持。我们从2011年开始到印尼进行投资，截止到目前已经在南加里曼丹、西巴布亚、苏拉维西，现在已经有6个项目，其中南加的项目已经正式的这个投产，西巴布亚还有这个万丹的项目也正在这个建设，今年上半年也会来开工。我们苏拉维西还有3个项目也正在筹建。BKPM 实行这个一站式服务之后，对我们公司来说应该有很大的一些帮助。我们在这里已经办了外国的劳工一些批文，进口设备一些免税，包括还有这个林地证，应该说给我们很大的一些信心。这个是一站式服务之后，也让我们的办事的效率有很大的这个提高，也让我们更加这个透明。我们后续的也会加大对印尼的这个投资，还是后续希望这个印尼 BKM 给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些支持，谢谢。现在在印尼投资已经更加便捷，如需详情请访问 www.bkpm.go.id。